袂歹，这算是素性哈。台青的官员来台湾，啊，地方官陪去视察，啊，就问讲啊，这个部落拢算啥？啊，这个地方官讲无呢，拢无算呢。啊，我的祖先拢爱住伫溪边、河边、水边，买洗身躯、洗物件较会方便。准叔啊，素性讲住伫水边的番。我搬就是安尼来啊，其实咱台湾人吼，差不多85%拢有南岛语系吼，无论是哥沙还是平埔族，拢有这个原住民的血统。所以你唔好笑，人讲啊，迄平埔族的，还是迄哥沙族的，唔免笑，咱差不多大家拢是吼。那么，我今仔要讲的主题，台湾主权地位探讨哈。那么我参考做咱秘书长出这册啊，尤其强调新台湾论，啊，我拢加何成功这本是台湾主权地位的等于圣经哈。所以这本册，你若对台湾前途有负担啊，有关心的，你一定爱买来看哈。啊，加网站到咱的官网哈。啊，台湾海外啊，自由时报电子报哈、哦。那么，大家做下来为台湾来拍拼哈、哦。那么，今天我这个主题是照讲，爱头四点钟甲讲完啊。这个课哈、哦，我排两点钟咧，所以我都要尽量讲较紧的哈、哦。好，那么以前我第一下看到这个机啊哈。无啥物感想，真单纯，就是讲，哦，这是美国的直销公司的总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我第一下看到这机啊是安尼想，哎，结果唔知影讲，这机啊在咱秘书长伫高雄市选市长的时，就有拿这个机啊出来。因为我迄阵伫，我逐工拢爱为高雄市，我住伫高雄，爱为高雄开车去屏东上班。弄来经过中正地下道，哎，那个乌捷运崩落了吼，我走顶管啊，看到这个机啊，就是秘书长伫五一路一头伫遐咧，伊个竞选总部里啊。啊，我个误会讲这是美国的直销公司来开分公司安尼，结果一天看报纸有消，有咱秘书长有看广告，无介大片，我看到啊有这个机啊。啊，搁有一个电台频道，我转了听。哎呦，这是咱台湾牌。那么我过去加入民进党，我算民进党都成立，我就加入吧，吼，算资深的党员。但是搁做到习近平甲柯新良做党主席，予我足失望的。我阵开始一个讲要大胆西进有无？一个要跟人啉好一个咖啡。啊，咱二十八。咱的台湾的精英30,000名，希望国民党来给咱抬抬死。这三万的精英，台湾精英是日本政府开50年才训练出来，就抬掉，迄有够无彩。我、哦、大家拢像李彦泽、柯文哲这级的啊。啊，国民党无给咱回失的，嘛无给咱赔偿，伊不也是你顶回用补偿，伊无承认你有罪呢？那有罪就要用赔偿嘛，好安尼。啊，你看，习近平热脸要踢国民党的两屁股，要扛人去啉什么和解咖啡，这个咖啡我啉袂落。哦，所以我从开始无咧参加民进党的活动。啊，有魂无体啦，唔知要挖对挖。差不多年挖了，发现有新一个党叫做建国党。哦，听来讲这。我是我的深读的哈，独派听了这建国足明确哦，就是要独立建国的哦，这若无加入会艰苦，我就随加入吧。我无两党的迄个民进党甲渗透入去，人头党员甲加1,000个入去，甲直变竞选干部，规个准帮办的哦，建国党准你是消防员，我一个。有魂
无替人活。结果我看了这个收音机在转来听，哦，有够下雨的。过去礼拜拜六下晡七点半，伫高雄市武庙黄昏市场演讲，我就随意听，啊，就有发这个收音机啊。啊，前半段苏南成，吼，较早高雄市长、台南市长演讲，苏南成做个演讲，做个带动迄个气势、气氛。结果后壁我咱秘书长去，佫较热啦。伊迄个气势都啊像较早阿扁个两千年咧选总统同款。哦，我迄天吼，本来对政治拢冷去吼，迄天互咱秘书长安尼加，迄点点、点点钟加一个我拢接起來，我烧个。对政治阁烧起，烧到39度，到今也未退休了。多谢。所以咱秘书长真正是人才，哦，我足佩服伊。伊安尼，自高雄市选市长到今摆，我对九年啊，吼，到七月，差不多七月底，吼，前两个月。我就满九年了，那么我伫仙谷店学足济，我本来是讲都对就好啊，我无想讲他看得起我吼。我以前讲要徛开台下店讲话，我是会错的人吼，麦克风客的会错，哎，啊，但是又分人家，我即马我来点大家来加伊，我为伊找来滴。所吸收到听演讲安尼来讲，我大家听吼。好，那么其实咱台湾你会点个分，大概原住民啊，两大族群，一个是平埔族的原住民，一个高沙族的原住民族哈。这个咱来了解，高沙族即马有16族，啊，咱平埔族嘛有15族哦，啊，我这是干呐写13族，好，你注意看。克马兰族，这宜兰的哈，凯达格兰族台北地区的，道卡斯族桃竹苗这，哈，帕普拉马布萨卡帕寨，这拢中部、台中、南投、彰化哈，啊，格哈乌这那地这玻璃海哈，洪雅族这地嘉义分林，西拉雅是平埔族上大族的，啊，这有，地台南地区哈。那么我本身就是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啊，这真少人讲。但是迄阵，啊，这个霍霍族是原来伫宜兰，但是看迄个克马兰族甲同化哈，还有龟伦族那个大满族，大满族就是迄个2009年莫拉克风灾，哦，88风灾，灭村小林村，因就是大满族。那么大满族看马卡道族。是西拉雅的分支，伊个真济部分呢，语言甲生活习俗是同款的哈。那么我本身马卡道族真少人知有这族，啊，所以社长长去选高雄市市长，拍败吴敦义了，为了纪念阮这个马卡道族哈，所以伫纵贯铁路边啊，或者火车嘛哈，纵贯铁路边啊开这条路叫做马卡道路。来纪念我这族安尼。那么我甲各位报告讲，你若要记这个族族好记，我讲你随记来，你绝对袂要白记。马卡道族你要记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火车来弄来包死的，我就是去族的。安尼你袂就袂要白记啊哈，好，我自己马卡道族哈 ，OK。好，过来咱来看高沙族。去年以前还阁14宗呢，尾啊阁加一15、16这两族出来，拉鲁瓦族啊，啊甲卡纳夫加这两族。但是你甲注意看哦，这个拢是国民党政府有承认的。那么头拄啊平埔族，国民党拢唔敢承认，啥物原因？因为高沙族加起来无超过60万人，但是头拄啊。家，哇！这加加个千几万，哦，要2000万人，所以伊惊。尤其西拉雅族、台南市、
市政府已经有通过因是原住民族，但是内政部中华民国内政部也无承认，因哪？这几啊百万人，迄、那个这个西拉雅几啊百万人，啊进原住民族原民会的预算，干那进高山族，因头六十万人底下咧分配呢哈，因的福利，你哪个加这几啊百万的西拉雅族里面，哇！哇！吵翻天，原住民族可能会出逃，都要去啥个搬啦？都你无够搬啊！你去加几啊百万要来干嘛搬？吼、哦！所以国民党惊，等到这两族加起来可能无一千人，伊会好通过。吼、哦！安、啊、你就了解国民党政府拢真正看书办书啦，吼、哦！好，啊，再来看这个咱南岛的这民族。在台湾的族群，这个平埔族、高山族拢南侧有不离只吼，马卡道族就这个高屏地区只吼，啊，这卡纳卡纳户，伫阿里山这附近吼，甲拉瓦鲁瓦族只吼，啊，因为时间关系，恁大家这样拍这个南岛史观这个吼，来看都有这图片会出来吼。好，过来咱来看最近天高热吼，登革热。这个资料是九月七八，已经七千几个，今仔我看已经八千几个啊，哈，染病的哈。台南市三天前要六千几个，今仔日的资料已经超过七千几个啊，哈。那么你主要看红色的，这就是进台南这个地区六千几个、七千几个得病。但你主要看登革热是愈北边愈冷的所在是愈袂得。好，以前介少讲中部以上去咧钓，登革热，大概拢是高雄甲，拢到高雄、屏东只，台湾因只落烧落。那么你注意下看，登革热呢遮遮济，尤其高雄甲台南，那么北部呢，敢那拢伫差不多都会区、基隆、台北只。原因就是讲，啊，你注意下看，伊只台东、花莲。花莲三个，台东四个，那也少。这咱南岛语系的原住民族哈，较有抗体，伊有帮阿顶较袂染病。啊，你若汉民族移民来台湾呢，因的基因有缺陷，帮阿顶就得病。你注意话，郑成功来是毋是带汉人来拢头来台南去？好，啊，以后战后国民党政府来。登陆的家人港，为家人过来，住伫都会区，遮汉人会较济。过来为高雄港登陆起来，所以高雄港遮汉人的基因也较济。所以若有得病，拢差不多是有汉人的血统较济的人。吼、哦，花莲、台东遮拢汉人汉民族较少为遮来，拢原住民族高山啊。吼、哦，尤其屏东遮嘛是拢。台湾族、南台湾族的哈，所以较袂得病。那么，咧讲这，因中国即马咧讲纪念抗日胜利七十周年，其实我讲，1876年迄阵牡丹社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是讲琉球的这个宫古岛的渔民，因的船。发生船难啊，漂移满洲吼，屏东那个满洲乡东边威海湾起来，结果本来要南台湾族吼来救开，啊，尾啊可能发生误会，要逃走，啊，有南台湾族，差不多六十个起来，迄个台差不多五十个台掉，啊，有十二个，迄个保利村的这个平埔族的家救到护送去凤山府城。甲上登去琉球，啊，所以日本政府甲台清抗议，讲现在恁的恁所管辖的迄个人，台湾的渔民，台清甲讲，用白话文翻译讲，访辽以南，哦，是化外之地，迄是藩邦非我所管辖之地的，对吧？日本政府阵讲，啊，你呐，讲迄毋是你管，安尼我要出兵，要来甲讨伐，要来甲修理，啊、哦，要讨公道，所以出兵。迄阵西乡重道好啊，带三千个兵为这个下辽、车城、车城的迄个
海边啊有一个地方叫做下来，为啥登陆起来？我看咱的南台湾就少见，见两三个月，伊死的，差不多五六十个，三千个来死五六十个鸟，但是破病得病死的五六百个，十倍，啥物原因？台湾有足多天敌，吼，蠓啊，日本人来，迄个蠓啊叮了，就登革热啊，迄个火神也。这物件又好心沾到，吼、哦，卫生无好，只漏塞脱水死，好无？啊，无就着什么可乐啦，吼、哦，天花火乱，只有诶无？破病死诶。所以，迄阵抗日英雄是蠓啊，迄日本人来又蠓啊，叮着叮死啊，吼、哦。迄阵台湾了个未开发之地，总找那个啥，或者张力之气啊，吼、哦。所以你为只看着就讲。是安怎？这两个都会区会较侪人得病，尤其南部，因为登革热是爱愈热所在，若寒，遐蠓会死吼。OK， 好，这简单讲到这了哈。好，咱来进入主题哈。那么来复习一下台湾主权地位现况哈。来，1945年九月七日，麦克阿瑟发布第一号命令，命令蒋介石部队代表民军来台湾，接受日本军的投降。跟缴械起来，哦，啊占领台湾，啊把日本军给遣送等于日本去四大岛。好，但是1949年年底，中华民国国共内战输，大败退，败退来对台湾呐、啊，武装引起武装难民哦，非法入侵台澎，电管这个一来，这是合法，有接受法定的命令来，下卡这无啊。你凭什么你会当恁遐难民会当走来台湾？吼、哦，离开家己的国家的国土，走去别人的国家，迄就是难民。就像即卖叙利亚有无？叙利亚即个难民拢要走去欧洲，尤其想向往这个德国，吼、哦，因就是难民。但是这个无同款，因是叫做武装难民，因为你一般难民若要。你俾人个国家伫边界都拢用缴械啊，你拿武器都拢爱交出来，吼、哦。结果因来，咱迄个占领的时，咱日本军的武器拢要缴械，他们台湾军无武器啊，所以因武装难民入来，咱也无法度甲抵抗，吼、哦。好，啊，你主要看，这个是叙利亚难民伫伊拉克的克德斯坦地区的难民营，这是联合国难民总署。所起的大天都好，即有啥 UN 就是代表联合国，因说这个联合国的救难总署哈，所打你看，你难民营是大天都，但是你注意看台湾的难民营吼，全世界最豪华的难民营伫北高梁市，来，你注意看，这个伫这个大安森林公园边啊，这个建国南北高架，右边这是大安森林公园边啊，才起个遮水。这是起第二次啊，头一次是起乌霞厝，吼、哦，兼厝顶的，一楼的，过差不多三四十年，讲遐厝歹啊，今物换起差不多三十楼的大楼咧，互因住。因为这难民营有豪华，吼、哦，边啊个有大安森林公园，啊那伫左营，高雄的左营，国贸，这栋的后壁就是国贸，哦，迄足大的建筑，哈、哦，那么伊起这个。哦，你看去遮水，阁有万坪的草坪咧，互因个囡仔耍棒风吹、佚佗，安尼有水无？哦，这真正难民营，全世界最豪华。安、哦啊、你就会知影讲，嘿，即马咱有够衰。他说，比如讲，郝柏村伫柯文哲咧选台北市长，咧骂讲那是难民的子弟柯文哲。伊讲了柯文哲是难民，那迄、那个嘛。黄民哈啊，咱全台湾人就是拢黄民，因为确实有影，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差不多拢是日本人嘛。但是因什么人？因是难民。啊，咱黄民有够衰劣哦，难民咧管。哦，啊，你就知影吼，是，即讲咱黄民是吼，生存较好个啊。因难民是离开家己故乡、家己国土，走来台湾的，结果咱。有够衰衰，你有管？好，好，那么过来复习
咱秘书长，吼、哦，2006年十月二日，告美国啊，联邦法院所判定，台湾人无国籍，其实唔是无国籍啦，咱的日本国籍被悬置，吼、哦，暂时被悬置。好，台湾人无国籍普遍承认政府，即马有咧承认的迄种。国民党政府去共买，用钱去共买小国家吼，啊，这应该恁初级班都拢有上过吼，而且我是搁做一个复习啦吼。好来，中央即摆来看这个有关台湾的地位的国际条约，然后也是法律，也是宣言，伊的位阶咱来做一个比较。好，第一个下关条约哈，咱即摆习惯用讲下关条约，马关条约是中国人咧讲的。你所有呐签国际条，拢以迄个地方的名，吼、哦，你呐伫日本的下关签，就是下关条；伫美国的旧金山条，就是伫美国旧金山遐签的，吼、哦。OK。第二个，哦，这个是1952年四月二日生效的旧金山条约，这两个拢是国际条的。下关条是两个国家，大清帝国甲大日本帝国签；旧金山和平条有51个国家签署。其中有48个国家，因把这个条约送登因的国会有通过，吼、哦。所以这两个拢是国际条约，啊、哦。啊，尤其咱秘书长上强调，台湾的国际地位，台湾的前途拢爱靠旧金山和平条约，才会当把咱台湾的地位带领出来，啊、哦。过来来看台北合约，台北合约是伫美国的强烈主导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看。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签这个台北合约，无要求伊去跟北京的毛泽东政府签，哈、哦。啊，你注意哦，旧金山和平条约，无论是中华民国也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无代表出来签字，哦，因为迄阵中国代表权的问题，所以规这两个拢卖无互因出去去伫旧金山签，哈、哦。那么因为美国叫日本跟中华民国签的是，是要等旧金山和平条约四月二八生效了，迄一天，才会当签台北合约。所以旧金山是台北合约的母约。但是，这个台北合约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日华台北合约啦，吼。在1972年9月29日，是因为日本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跟。中华民国断交而失效，所以台北合约已经失效。虽然这本来是一个原来国际条约，是大日本帝国和中华民国签的，但是可惜因为日本尾啊去跟阿强啊建交了，所以这个台北合约已经失效了，所以这个免讲啊，哈，爱讲我大家了解。那么过来，1979年1月7日生效的《美国台湾关系法》，这个。是已经是美国的国内化。美国在跟中华民国在1979年1月7日断交的时候，为了要保护台湾，所以关于设立台湾关系法来继续掌控台湾。那么这个在美国的参众议院在定的时候，拢无找咱台湾人去跟民做一定，因定好进行。在台湾实施，也不用跟台湾人说你有同意吗，就进行实施，但很可惜他的位置比较低，这是美国的国内法，他们在国内定的法拿来在台湾实施、哦、好，再来看1943年11月25日开罗新闻公报，大家都过去都有国民党偏说那是宣言，其实不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大战略、大计谋，就是罗斯福总统，迄阵国民党政府去予咱的日本黄金甲规个沿海拢占领，这个蒋介石就走去秘伫从四川重庆的雾都，有无？那么规个大半江山去予咱的黄金甲占领，啊，伊知影讲伊无法度拍赢日本的皇军，所以有派密使咧看，伫咱的日本皇军伫中国的这个。苏联官买和谈，讲好了啊，无咱卖阁战啊，啊，到沿海遐，互你占的，都准你的，剩的吼，都我蒋介石的，啊，卖阁战。但这个情报
美国安那有得到，所以罗斯动一个计谋，讲来，我甲你蒋介石请来开罗来开，哦，这个四巨头会议，就是讲我那甲你行者讲你是世界五大强国的领袖之一，有无？中美英法苏，我利用了世界五大强国，啊，我你欠钱，我给你钱，啊，你无物资，我给你物资。你无武器，我有你武器，啊！你继续抗日安尼，因为罗斯福总统知影讲，百几万的日本的黄金伫中国，啊！伊若跟蒋介石和谈，伊若撤一半出来，差不多50万出来守台湾，然后守日本，美军若要反攻，哦，爱死足侪美军，啊！美国大兵性命计得啦，都唔通安尼咯，我著甘愿开一寡钱，啊！你。中国人蒋介石，恁来爱民主，我给你民主。哦，你四大五这五大强国之一，中国人爱钱，我给你钱，有无？哦，有钱，佮有名声。哦，蒋介石就调调做安那，甲因某带来，蒋宋美龄带来，就去开罗开会。斯大林听了讲，伊也要来，斯大林准备去开会，所以到尾也剩三个咧开，丘吉尔、蒋介石、甲罗斯福。啊，丘吉尔嘛袂爽，所以丘吉尔也袂瘾签字啊，所以到尾啊，迄个。这个公报正拢无人签字嘛，好 ，OK。那么到底开罗新闻公报有效无？后边的人讲话较甚话，罗斯福是按正要实施，所以这就本来是有效，但是阵有甲蒋介石讲讲，但是将来，吼、哦，恁中国恁袂使去对外扩张领土，结果毛泽东1950年6月25日。发动这个南北韩战争有无？韩战爆发，变成伊个对外要扩张伊个军事武力跟领土，所以美国就不爱遵守啊。啊，迄阵会再讲韩战去救着蒋介石，无按正美国按正讲要起兵，要甲台湾个，要甲蒋介石赶去菲律宾啊，美军前线要入来。哇！啊，结果发生韩战哈、哦，所以韩战你救了蒋介石。好，过来咱来分贴台湾主管分贴哈、哦。日本依照和平宪法第九条第二项规定，而丧失国家交战权，伊袂哈，啊，佮嘛袂再主动履行防卫台湾之义务。啊、哦，即我先安尼简单透过，无法度无时间详细佮讲啦哈。那么美日安保条约是日本伫美国的同意之下。也将被动履行以国王方面主权义务，作为防卫台湾的法源。啊，得要有美国同意，啊，伊才会让来支援。哈，好，美日安保条约正讲是日本对台湾要个保有主权义务的具体证据。哈，美日安保体系周边有事即台湾有事。好，那么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那么日本有事，美军就要出动部队来保护。协防哈，这美日安保条约哈 ，OK， 好。那么以上咱简单做一个小结。台湾的这样个国际地位是日本天皇所属，咱简称日属；美国军事占领，简称美战哈。日属美战就是安尼来哈。好，过来，咱来看下讲，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的依据甲迹象？哈，法律一定有条文。啊，那迹象，咱为一挂现象来分析。因真侪人你讲，即马台湾是美军咧占领，我他拢无看到美军，也无看到美军穿迷彩装。即马美军拢穿，伫台湾拢专穿便服啦，哈。好来，咱来看。过来，咱来看 A I T 内湖，这应该我那有人讲过啊，哈。我简单去讲者。占地2万坪，他台湾搞差不多7家，哈。开新台币62亿，这套全世界上贵的。那么上大的美国大使馆在伊拉克哈，因为伊拉克因咧回教的基金教育拢会塞迄个吉普车装，这个火药甲你炸，所以伊要做足大，还有外围区、内围区、中围区安尼。啊，如果来开完轮条，叫你无法度直线加速一个冲撞哈。好，因内部的建材拢是美国进口。美国伫莫斯科的大使馆，食了亏一届，用当地莫斯科的人咧起，
当地建材，结果迄砖啊内底拢来唱窃灯、窃听器，所以尾啊入去了，才发现讲哇，一挂机密拢外露，啊查了知影砖啊拢是窃灯器，尾啊规间卡掉，所以莫斯科遐个建材完啊，准为美国进口入去，请美国人直接去遐施工，唔敢去安尼，啊所以来台湾同款，伊到美国的这个建材进口入来，美国人伫内底施工。啊，咱台湾的工人是干那做边啊外围这围墙，吼、哦，较无重要这個、建筑物，吼、哦。你看，伊咧起的时拢旁边拢砍掉，无你知影讲伊来咧变啥吧，吼、哦。啊，这真趣味吼，伊、哦、这是伫内湖区的金湖路100号。啊，咱门口的牌啊，你注意看，咱的牌啊，有哪100号，咱是之一号，那较趣味哦，较遐拄好吼。哦你明仔还是你若捷讯的是出的是你外头个看咱的门牌号码，咱是园林坑路101号啊。啊，这是鸟瞰图了哈。好，那么伊的周期是99年到加99年，啊，这两个加起来拄啊，甲要400年，差2年，拄啊398年。到期啊，咱去续租。啊、这块土地是阿扁来这台北市长的时，美国就甲租起来，向阿扁来这个福尔摩沙基金会租的啊。好，将来完工的时会进驻800名海军陆战队啊。这根本是一个新的总督府的架势，好、啊，啊，伊根本就是一个东亚防卫通讯电站指挥中心。将来真济，比如讲。乐山的雷达站呐、啊，还是林口监听站遐资料，还是阳明山遐监听站，吼、哦，遐卫星接收站的接收的遐资讯，拢会链接来遮，经过分析，啊、哦，啊，然后要发号命令，要冲啥，为遮发号出去，去指挥其他的所在，吼、哦、，OK， 好，过来咱看黄玉兴讲到阿扁啊，2004年第二任要选的连任的时。以1月16日宣布举行防御性公投，公投的内容首先要让美国看过，啊，那不免让英国啊、法国看，就要让美国看。美国嘛，首先就拢在动公投。美国上惊台湾阿扁也办统独公投，因为这踩到美国红线，美国足惊。但是阿扁啊，头壳足好，用你无法统独公投，无法创一个防御性公投，哎、欸。我要发展一挂防御性武器，美国找无理由加反驳，所以有要办，但是个投票无通过哈。你拿军呢，给你丢后卡。好嘞，那来看台湾有难，美军得爱来救援。哦，莫拉克风灾时，哦，迄阵小林村灭村足严重，迄阵马英九通令各驻外使馆讲不接受外国救援，讲一定上钱来得啊，人民来。因为这马英九有爱钱，哦，这个有够爱钱，而且伊有意思要利用迄个机会，吼，解放军入来台湾，啊，这哪入来，请神容易送神难，迄个可能都唔走啊，吼、哦。所以美国那不是空的，美国的情报人员伫遮嘛，虽知啊，伊虽通知国防部，国防部虽派军机、军舰入来台湾，哈、哦，运送救援的物资来台湾救灾。啊！你去注意看，奇怪，这种军机呢，哈、哦，C-130历史型运输机足啊，只迄台这辆战舰车吼、哦，像最近什么汉光什么30几号演习，讲悍马车为这飞机后壁救出来。这我最近啊，伫屏东，阮屏东一个三军基地是无？潮州遐C-130的不止美军为在后边有战车出来呢，我迄阵底下咧起雾啊，迄战车动了，敢那像咧地动安尼。好，那么你注意看，那是国防部派军机军舰来咧救灾。美国有一个救难总署啊，美国若要对外，若有发生天灾地变，美国要救灾，拢是美国救难总署出来咧救灾。嗯，咱来台湾发生风台的灾难，莫拉克风灾，那也是国防部统领
中华民国讲，你代表你中华民国的救难单位，跟我美国的救难单位对过单位是国防部，你奇怪，那不是美国救难总署？原来咱台湾就是美国军事占领地，当然是美军爱出来处理啊，所以是国防部出面咧处理啊，啊，安在无？所以派军机来，啊，包括军舰，佮用这个超级种马咧吊。抓了如土机有啊，吼、哦，这种军机，这种唔是民间的无人机，啊，你想想军机敢会当随意出入，吼、哦？为者后来当印证讲，美国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3条 A 所讲的，是台湾的主要军事占领全国。台湾有一个主要军事占领全国叫做美国，那么中华民国叫做次要的占领全国。中华民国的兵次要啊，啊，军机盖量随意出入他国领土，未使呢。这个土耳其有一架军机，伫大概2、3年前，安尼疑似进入叙利亚领空，到迄个叙利亚下飞弹，甲拍载落来。好、啊，啊，你看，美国飞机买你来台湾，哦，足方便的，好、啊，好。那么2012年5月20日下晡，美国军机搁再一个降落台湾，但这个是伊的行政专机啦哈。啊，这行政专机顶晚在众院，美国众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啊，罗斯雷廷啊哈，率领一个国会议员来台湾，祝贺马英九连任台湾治理当局局长登基大典。今麦咧选的叫做选。台湾地理当局的局长啦，但是因拢讲较足好听，讲号做选中华民国总统，中华袂使阁爱阁加一个流氓中华民国总统，流氓哈、哦。因为台湾关系法1979年1月7日生效，迄阵开始含中华民国断交，美国统领各驻外使馆拢袂使阁讲到中华民国，干来定讲台湾治理当局，哈、哦，啊你。治理当局的局长，当然，对美国眼光来讲是一个小局长呢。哈、哦，你做嘛？迄、那个早伊就登基大典，伊会报较来，代表啥意思？无咧该注重嘛。咱若讲娶新妇，还是嫁祖囝，请人家咱请中道的，因会暗较来，表示迄个人家无甲咱尊重嘛。哈、哦，啊，这就是美国无甲你尊重，伊唔甲。你会使登记大典，你会报下来，啊，好，过来，什么是日本的大地震核灾？哈、哦，朱妈咪哈，3月18日美国撤侨来台湾，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早撤侨，中国人上惊死，因撤登因中国啊，法国撤侨登因欧洲，法国的本土啊，还有一部分撤去这个韩国南韩。那么你要看美国的 AIT。3月18日，政治刚3月17日的通令公告，停止办理所有的美签，美国签证。迄阵那边签证拢爱直接去 AIT 面对面直接面试，啊、哦，唔是讲像即摆用电子签，唔是。所以 AIT 的办事人员遐官员走来桃园机场，家己设海关，哦，一些背心车 AIT 有无？由因的家己官员来验证因的遐个撤侨的遐个美国人，因的头家入来，哦，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哦，哦，那么现在美国无要就近撤侨去美属的关岛还是夏威夷州，啊，因美方 AIT 禁止台湾国际机场自设海关，啥物原因？美国人是头家啦，哈、哦，美国人。诶，即个因即个要撤离，要入来台湾，即个美国人诶官员 ，AIT 即个官员去验证因的身份就好啊，哈。因为海关是国家主权行使的象征，好。譬如咱若要去美国，咱是毋是爱去甲美国的大使馆，还是即个像 AIT 即个，哦，美国在那时候去甲签证，有即个签证你毋敢提护照，去到美国。伊就看哦，你这有我美国的签证 ，OK， 好，你入。
这就是一个主权的象征。你若无签证，原籍遣返，啊，好。那么流亡的政府海关欲握有，记住，握有不一定拥有，啊，这个我解释一下，讲，譬如讲咱去超商，啊，去买一罐矿泉水，你为迄个冰柜摕出来握有，但是还不是你的东西哦，因为你还没付钱。对吧？所以你别叫法理上你还不可以打开喝，你得要经过收音机钱拿不发票摕到，你开始这样拍开开吃。哦，法理上是安尼讲哦。哦，所以握有不代表拥有哈。因为咱台湾这块土地到平湖，是因为日本帝国建书暂时所有权能抵押伫美国手里，等伫美国手里。但是所有权证顶外名要写日本天皇，无办过户。你等这个战争债，像琉球安尼，琉球的战争债有形，因为伫1969年，日本已经经济发展起来，日本政府有钱啊，所以日本政府去跟美国政府协商讲，那么我要赔你偌济钱，你较要甲琉球还我日本，美国迄阵甲开3亿2000万美金。所以日本把这条钱交了，因签的琉球返还协定。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尼克森政府在1972年5月15日，准把琉球，包括钓鱼台，还给日本。还知无？所以钓鱼台的尖阁群岛就是日本的。那么迄阵当时日本把美国还琉球甲钓鱼台还什么物件给日本？地上管辖治理权呢，不牵涉主权，啊、哦，都像讲今麦咱台湾呢，台湾主权迄个底下伫美国手里，嘛，敢若讲，比如讲你有一块一家地土地，我判量我来给你租，租五栋，一栋拢爱10万，五栋50万，我交50万交予你，咱签一个合约，讲我租给你租五栋，合约迄天。大家双方签字，你钱收去了，合约生效。这五年来，这你就是放弃这块土地地上权的管辖治理权。我潘良华要种大电话，种金针，种山啊，种乃至在我种，你袂使干涉。但是，敢有办过哦？无啊，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人要搁你的名，只是我今物我咧管辖，我咧用。五年到，你若讲你无爱做我。你就收回电管的管辖治理权，主权嘛要伫你的手里啦，知影无？你拢无办过户，同款台湾因为战争在还袂行，所以暂时咱的台湾的地上权、管辖治理权由美国代理。好，所以美国握有台湾的主权，但是这个所有权证、主权的所有权，但是无代表讲这块土地是美国的，也毋是。好，所以。流亡政府海关欲握有台湾主权的美国，定义是头家哦，哈。流亡政府海关定义是美国派伊来代替美国人来顾台湾这块土地呢，无权对上之执行管辖权嘛，哈。啊，好，这也在讲美国是主人，主人随时要回来看门狗，无权审查主人。比如咱若等于到咱到门口，咱是咪锁匙夹咧，门特别拍开特别入去。咁得个问，伫边啊，咱饲个只狗问讲，哥哥啊，我要入去，敢袂使？唔免吧？哦，国民党、中华民国就是看门狗。你买这样个动作讲，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命令蒋介石，啊、哦，伊来接管台湾，迄是第一任的，等于讲美国有一间足大间的素食店，好无？以前直接用。命令用派，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管台湾分公司，过来派英杰蒋经国，后尾啊，和恁台湾这些员工用选的，尾啊选李登辉出来好无？啊，即马阁选换选陈水扁，啊，即马目前的选出来，这个叫做麦英九，这拢是美国的派伫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呢。好，再来咱来看，
2011年十月二九，美国一个空中加油机 KC-135降落伫台北松山机场，有一个内幕，这只有够大只，迄加油机是有够重的呢，吼、哦，迄底下甜甜的油。啊，记者伊个问，啊，恁载这只遮大只要来创啥 ？A I T 的官员讲，我要来，阮 A I T 的官员的囡仔，一、這个红眼破病。我们用这架无人机甲载去日本医，骗笑的。诶，啊，咱的呆呆病院也是拢总医生拢袂晓医囡仔，个爱创到这只这大只载去，嘛伤含。比如咱厝的人若破病，咱上街都讲叫客人家送去吼。啊，是讲较紧急的讲，爱有设备的啊，叫救护车细只的，好无？结果讲塞一只游览车来载，安尼咁对，好、哦，所以这有一个内幕，其实伊就是讲用这只来去松山机场的跑道有够用无？遐重安尼重嘞，跑道会逼入去，而且起降该注意哦，飞行机若要起降，一定是逆风，你要落来逆风，伊的刹车距离较短，较袂冲出跑道，啊、哦，啊，你要起飞，嘛要逆风，较紧准得起飞起来，嘛较袂。路遐规波啊，飞袂起去弄白吼。因为松山机场是算足歹降落的机场，因为呐，头前有林口高地，那无落来台袂平地。你落来呐降落无好，爱去重新起飞吼，你得爱下救起来，无弄着雪山山脉。我说是足危险的，这个可能代表这个松山机场无好飞。但是伊要落来，就是顺风降落。伊就是要甲伊气功，我顺风安尼挡袂牢，风咧沙沙沙，上好了短距离才话长，较挡会牢，要掠这个参数。起飞嘛同款，伊嘛顺风起飞，就是要讲我拖到上远的是偌久，几千公尺较飞起哩。伊咧掠这个参数啦，唔是真正讲咧在红个啊。这就是讲，万一若台湾阿强要来退时，咱个。这个你修建的是美军若要来救援，伊一定爱用无人机，赶紧甲重装备送入来，舰车啦、榴弹炮啊，是一寡较精密科技的物件，爱赶紧用像头拄啊 C-13 当历史时运输机要入来的时，这个机场会砍掉的，安尼吼，赶紧要用这较大只的这个运输机来载吼、哦，这只是你俩这个参数。台湾关系法内底第二条 B 级的，甲 C 规定讲，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数字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压手段，以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甲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这个就是人说的讲，哦，台湾关系法足好诶，咧保护台湾啊、哦，这是美军赴台的法律依据。但是真可惜，咱秘书长真正读教较好，伊讲。台湾关系法吼，咱一定爱叫美国甲卖讲终结，甲悬置起来，就是讲吼卖用的对吧？因为你这保护台湾的这个法律依据，你保护台湾是匹夫往台湾，只要你住伫台湾顶岸的人，无论你是台湾人、本土台湾人，还是外国人，即外国人就包括中国人，拢受到保护。但是你若等于讲了旧金山和平条约，匹夫。of Taiwan， 敢保护着本土台湾人，这才是正港。旧金山和平条约是正港保护咱台湾人。好、哦，这讲是安尼讲哈，但是目前像1996年的台海危机，美国会当克林顿虽派两架航空母舰的战斗群来，嘛是依据这条，哈、哦，依据这条来，哈、哦，这是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的权力加义务。因为被占领地，国防安全是占领军来负责，啊，所以咱免做兵，包括咱被占领免做兵，哈。啊，咱来看台海危机，迄阵李登辉跟彭明敏咧选举的时，有无？李登辉讲两国论，吼、哦，中国起码是做歹，尤其朱镕基有无？吼、哦，迄阵的电视迄个嘴脸，结果台湾人。吃软不吃硬，
你如安尼企业呀，台湾人票大部分拢准投李登辉，所以李登辉个摕到54%的选票啊、哦。好，那么克林顿依据陶杜阿迄条啊，伊、哦、派台湾官邸来，这些派有权来派兵来啊、哦，来介入台湾。你要讲台海危机，因为李登辉讲迄个两国论哈、哦，真正阿强啊气甲扑不掉。好，啊这里、個、美国呢？在一架航空母舰战斗提出来，你给他建过，你莫想假笑。伊即个派两架来，什么意思？代表讲你阿强啊，你要哪要爬来，无要紧，我准备好啊，要跟你输赢。解放军准救伊，因为1996年那时，解放军要个撞两下下，所以有迄个迄个美国甲巴结的吼，巴结有够大的，所以为遐开始因经济好了，开始大力咧，甲军费开伫军方。尤其佮派网军伫美国个所有的大间公司有军工个背景个公司，拢咧偷美国个技术，所以 F-22 即个阿强啊，甲轰个迄个歼20就是轰 F-22，哦，轰到哪作成个，哦。因即几年啊，军事武器发展遐紧，就是因骇客拢入侵美国个遮一挂实验室，哦啊，一挂军工企业去偷摕遐资料出来，去仿造。啊，但是质量要可是有来拢做出来，但是质量拢要无够，吼、哦，精准度可能拢要无够。但是美国安那做欢乐，因为算中国人伊免派间谍去甲你潜入，哦，爱潜入外国开，让你要到核心，免即摆骇客直接就甲你骇进去啊，啊、哦，所以即摆要偷摕一挂高科技的军工的。技术足方便的哈，好，这美国根本是一个中间人。台湾伫咧中国的总统，无论是两蒋、李登辉、阿扁啊、马英九，拢爱看美国的目色哈。美国对台湾的伫咧中国，拢说三道四，转意见，啊，那什么都要美国说了才算数哈。你会感觉讲，各种大项代志，美国拢啊会出来安尼指指点点哈，发表意见。那么2000年5月20日，阿扁啊登基大典的时候，伊要去咧演讲，吼、哦，我那时候足期待，阮只声律的，讲要看阿扁啊要讲啥，叫伊去咧甲你讲事不宜没有，我拢倒向尔，够失望吼、哦。啊，这就是因为伊受到美国的操控甲指导，阿扁啊要文告，要演讲的，要互阿美国看过，啊，美国答应讲，吼安尼会使，你开始讲。奇怪，啊，到底，因为我从来无想着讲阿扁也记得讲四不一面，因为我拢想讲，所有全世界总统记得绝对拢讲，要予人民生活幸福快乐吼，啊，要予台湾变作一个像东方的瑞士的这个美丽国度，一定有工作的远景，我要做啥，要做啥，要啥，靠人记得讲，我这不爱做，这不爱做，那不爱做，我都阿扁呢，我有够失望的。所以听一个拢倒向尔，啊，咱来看伊到底讲啥哈？第一讲不宣布台湾独立，哦，啊，这第二就看阮倒变啊，啊，阮咧支持咧安怎啊？这支持咧头壳一空啊！阮就是要台湾建国独立，袂啊！你一日去了讲不宣布台湾独立。第二个，两国论不路线。第三，不举行统独公投。第四，不变更国号，好多。不，而且选一个放屁总统啊！哦，我那时够失望嘛，有够受气的哈。过来讲，没有会统一纲领，国统会的问题哈，这个四不一没有。啊，这是跟民进党的理念刚好讲，完全180度反方向的嘛哈。所以，这哪无有美国操控的指导，我唔相信。好 ，OK。过来看委任占领的授权书。1979年，美国要阁承认流亡中华民国，吼、哦，所以阵麦克阿瑟命令一直有效，一直到1979年1月7日，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吼、哦。进前，这断交，麦克阿瑟的这个一般命令他刚就会等你，所以美国一赶紧来制定一个台湾关系法来替代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底下。也本身嘛是代理美国君主占领台湾的授权书，啊，对。
好，刚才讲讲台湾治理当局，未再去讲中华民国哈，但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继续统治台湾，所以你莫甲李登辉甲陈水扁讲，迄是咱台湾人的总统，唔是。伊去咧选，就是选流亡中华民国总统。有足侪人讲，哎，咱李登辉是咱台湾总统，唔是，伊是流亡中华民国总统。包括阿扁也是哈，这咱的咱拢用洗脑语。OK， 来2008年年间，玉山四号兵推，正经兵推哈。迄阵曼谷已经算掉啊哈，阿扁也邀请，阿曼谷拒绝。但 AIT 的处长杨淑丽跟美军的官员，已经坐这个云豹甲车，你要到横山指挥所观察。啊，你甲注意看，横山指挥所是等于中华民国最关卡的一个指挥诶站吼，诶指挥所。但是你看外国的美国的军官会当入，军官、美军哦、喔。所以我根本讲，这是记者写的哈。这个横山指挥所，这个观察应该改做视察较精准。视察上级指导单位来视察你中华民国的军方的政经四号兵推推的好不好？安在不？以及上级指导单位来视察，无那唔叫俄罗斯来，我那军官入来，还是英国的军官拢无，独独就是美国美军。好，好，那么迄个美国下令涂销中华民国国会的各式军事武器，哈，这汉光演习，这本来拢有大国友伫遮吼，徛恁白国友拢有呼掉。这种依稀可见的哈，这种依稀可见，包括这直升机这种要依稀可见啊。什么原因？因为别个国务院有讲的，恐怖组织有三个要件啊。第一，不是国家；第二，有武器；第三，在当地征兵。啊，你看，宾拉登不是国家，宾拉登有武器，宾拉登佮用伊回教基金教义来在当地。招遐个人来加入伊个开打组织，这拄啊恐怖组织三条线，你美国国务院跟你讲的，啊你甲中华民国甲斗去，中华民国不是国家，美国讲的，中华民国有武器，搁你美国卖伊的，中华民国伫台湾甲朋友叫咱台湾人去做兵征兵，对不？咱只要20岁满20岁，卡手勇敢，大家拢嘛做过兵，好、哦，有无？安尼是毋是恐怖组织？所以咱必须定。甲美国建国，我要甲伊讲，因为你恐怖组织三条线，你作讲的中华民国拄下，所以美国阵赶紧下令叫中华民国遐个分子武器、遐个车轮牌、遐个马古拢来付掉。好，啊边啊要罗林进行有刺杀飞弹，随引起美国关切哈。这2010年哈，国防新闻报的哈。啊，边个要罗林将一两个下令刺杀飞弹？美国随关切派一个国务院官员来到台湾来查证。哈、哦，迄阵的国防部长叫做蔡明宪。哈、哦，美方一个国务院驻京的官员，隔一礼拜来到咱的迄阵的国防部部长的办公室，问伊有刺杀飞弹无？蔡明宪讲有，但是还未正式生产。蔡明宪佫甲伊保证讲，阮台湾的飞弹敢若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这供销诶，攻击就是最佳的防卫嘛。你加一个，这矛盾啊！你一个矛，你甲抹甲金金安尼，尖尖尖金细细。你讲无，我这个当好看诶呢，我无要讲吃啊。啊，无你抹甲尖尖是要无遐浪费遐侪钱，遐侪钱开，你发明这个飞弹，啊，你讲我无咧无要用。所以这地方连飞弹的射程，咱也要美国甲咱干涉，哈。好，咱来看，去我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韩国、日本、甲台湾。啊，拄啊该出兵，你甲这三个加起来，拄啊大日本帝国，对不对？好，啊，管制什么内容？来，咱看，飞弹射程，他都要讲。过来，核武研制。暂时军事指挥权，核弹的射程，韩国，迄阵美国是干那规定伊会当发展300公里的这个
几段呢？那么，伫韩国天安门事件以前300公里，后来美国放宽，可以让做800公里。但是你若800公里的弹头，敢来当低300公斤。那么你若做500公里的，吼较低，你的弹头会当做较大粒，会当做到500公斤，吼。这是美国有开放，吼韩国会当佫做较大粒小块。你有那要对北韩，我那下马威讲，你无代无志，甲天安门甲俘虏沉落吼，安尼我要开放，和韩国军的武力飞弹，加点佫较大粒，佫射较远。好，过来核武研制，啊，你主要看，拄啊，这三个国家拢有法度做原子弹。311大地震、福岛核灾发生了，吼，较有一挂资讯造假讲，夭寿。日本因为储存的这个武器级的布，哦，会当做几啊百粒的原子弹的存量。只要美国你若答应可以做，伊足紧的真短的期间就会当把这个核武器的布的原料，甲做做原子弹。台湾伫个蒋经国的手林，吼，1982年的时。那么1月12日，1月13日，这个蒋介石七孔老火，什么原因？因为前几天啊，就是这个中山科学研究院的核能所的这个副所长张先立叛逃，伊就就原来咧主持这个中华民国原子弹的制造的，已经要成功，伊把一挂资料收收咧。走去美国叛逃，伊即用那美国 CIA 安排处理的啊。蒋介石发现讲，伊的核武大梦破灭，气甲啊，准七孔老的死啊。啊，就安尼，美国计无差不多一礼拜，就配合这个国际原子能哦，迄、那个安全人员的做回来，来到。这个中央科学研究院，把核武器的一挂研究的设施、仪器设备拆掉，把迄个什么清水反应炉用阿木头，阿不要对台湾南马科车来直接灌浆空起来，封起来，凭啥也这样安尼做？这块土地是我美国军事占领所在，你在这里搞发展核子武器，哦，美国当然该懂。好，啊，而且。咱个反思讲，那么伊那唔敢去甲北韩，我那就国际原子能的这个安全人员，我那去甲北韩的迄个核设施拆拆咧。我那研究的迄、那个什么什么重水反应炉，我那个封起，也是伊人个共款啊，拢无唔敢，因迄唔是伊军事占领地啊，台湾伊咧管的啊，所以伊随时要入来，甲你安怎糟蹋，哦，拢会使，免来管制拢会使。好，过来看。战争时阵的军事指挥权，韩国跟美国美韩联军有啊。平常时指挥官，韩国的指挥官咧指挥部队，但是若南北韩战争战落，美军的副指挥官起来咧指挥，哈、哦。那么伫2010年，因为协议，美国准备伫旧年2014年。要把战争时阵的指挥权要还给韩国军，因为伊感觉讲韩国军有够用啊，有够信心啊，会当恁家己指挥。结果2012年发生天安门，有无？韩国主动去甲美国要求讲，买，还是战争的时阵指挥权，我来互你咧指挥好啊，好安尼。那么伫台湾，那发生阿强啊要来提台湾，那讲。那个制空权、制海权，拢由阿强退啊，开始登陆战啊。美国要求讲，那迄个时阵，西部沿海海岸线内侧10公里禁空，所有台湾的军甲民拢撤退入来10公里以内，遐禁空给阿强起来，剩下给美国处理。美国较好怕啦，无你
那甲你物资内底后，中华民国空迄、那个国军伫啊，啊中华民国国军佫拢当兵去做，啊伊来炸，拢来误炸炸着咱家己人，所以讲你规气拢撤退啊，恁中华民国军拢撤退往内撤十公里，近况我较好处理，好、哦 okay。好，那么现在阿强啊，拍金门的古宁头战役会点？阿强会拍到变打败仗，本来拢长胜的有啊，国共内战为长江。南北对峙建料，兵国民党开始兵败如山倒，退到吞金门马祖，甲台湾平湖，连迄个舟山群岛、一江山拢过袂掉，拢放弃，吞金门马祖。那么1949年十月七，毛泽东伊个政权建立，蒋介石下野招来台湾。无几个月，复兴四世，佮开始领导中华民国伫台湾。那么，伊痛定思痛，伊知影讲过去的失败，就是因为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因为迄阵黄埔军校的军官，黄埔军校是苏联出钱、出武器啊，佮派一挂军官来斗架。迄阵蒋介石伫遐做校长，周恩来伫遐做教务长，所以训练出来。将来分拆两个阵营，一个共产党的黄埔军校的，啊，一个是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啊，恁的什么部？蒋介石恁的什么部？我拢知影，所以建立到底。啊，毛泽东佫较敖用策略安插作个间谍伫蒋介石的边啊，所以你蒋介石咧开什么军事会议，咧兵推啥物，无外久消息到，毛泽东就知影。所以建树，所以伊即马来撤退，等下到台湾了，伊痛定思痛，讲我若阁用我遐黄埔军校系统啊，包死啊！所以阿强啊要来拍金门的时，伊事先进行着赶紧派特使去请日本的一个将军中将，叫做根本博中将。这个伫东北，迄当时就是咧看阿强啊，强威咧修建的，吼、哦，阿拢专建尔。啊、所以请迄个来甲斗三工、啊，所以迄个根本无张中将，我那带着伊的这个幕僚、遐参谋做位来台湾，迄、那个叫做白团，你若用 Google 你要查白团，这个就是一个指挥团啊。你把台湾包括中华民国的军事的这个系统、这个制度，拢是白团入来制定一挂制度，互蒋介石来用啊。那么伊来了。穿中华民国军装，嘛改中国名，叫做林保元，吼、哦，伊名个改做林保元。好，第指挥官换人，吼、哦，去指挥金门个。迄阵郝柏村伫遐做，那排长还是连长呢？哦，伊嘛，臭屁讲伊外用都外用，结果唔是伊咧指挥啦，哈、哦。所以中国人做袂见啥臭屁，包括军队。为洪山，迄阵孙立人将军伫洪山训练咱台湾军，因为咱遐迄阵的台湾军也阁有日本精神，因为台湾军无拍败过嘛，吼、哦，所以士气足高昂的，派迄支师来守金门。那么遐老啊，伫咧八二迄个古宁头战役时，遐老啊拢比伫咧碉堡内底，是拢咱台湾军伫头前咧战。那通信的线路当然拢嘛，咱台湾军伊咧插线路，咧接线路。维持的迄个指挥通畅，是安尼拍赢的呢。至于看有人战术不一样啊，吼，根本不中将讲，惊啊伫海边啊，看面轻微接触，安尼就拍着就绕跑。因为过去国民党就安尼，共军啊，讲要摕这个城市，要摕这个乡镇，国民党军就拢先绕跑，拢唱空城市啊，拢进空啊，所以拢无啥战斗，就是拢在走。所以唔要走足紧嘞，所以因中国人吼，买迄个国民党的这个，因较在党报哦，中央日报的报讲，哦报个拍出马，敢那报个拍赢嘞，伊讲我军转进神速，撤退唔讲哦，伊讲转个方向前进，咱讲撤退是安怎，伊唔讲撤退，伊讲转进，转个方向前进，我军转进神速，嚯、哦，是有够紧嘞，一日千里。哦，听讲那是咪作呕的，共军追赶不及，
阿公我哥就袂得，我今转进人住，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你若无从这个看，你也继续讲是打胜战哦，叫你们走路，就是安尼咧走，35线安尼走个，35线输了了有无？佮走来到台湾一线，这个唔是伊个哦，35斤八公斤输了了哦。哦，这就是阿公啊，本来拢势如破竹，哇，拍金门古林头战呢，哇，拍输哦，这个原因哦。啊，这是国共内战哦，这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来在修正。哦，好，过来。那么是安那阿公啊，敢拍金门妈祖，唔敢拍台湾个朋友，因为你若拍台湾个朋友，就变国际战争啊。台湾个朋友，这是日本国的啊，所以毛泽东头壳算清楚。自伊建国到即嘛，吼、哦，唔捌讲甲平湖还是台湾拍一条飞弹，吼、哦，唔捌拍到登陆的就对啦。1996年台海危机时，伫吉隆港甲高雄港，甲你画一个这个禁制区，吼、哦，迄顶个咧甲咱封锁高雄港甲台湾港，那个吉隆港，啊，这影响台湾足大呐。咱所有的牛草、牛膝哈，台湾的量自给率32%至34%，丰收的量32%，按那千桌上32%，等于咱一天吃三顿，拢爱其中有2顿是靠外国进口入来。啊，你若要丰收，咱的战备粮半年吃了，咱做半一天的量吃一顿尔，啊，大家巴肚枵就会抢粮食，吼、哦，惊恐哇就内战啦。那么比占领区的国防是爱占领军爱负责啦，吼、哦。所以美国拢派第7舰队伫台湾海峡咧巡逻，吼、哦。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不要蒋介石反攻大陆，第二个嘛不要毛泽东来摕台湾，吼、哦。好，过来恁来看，蒋介石拢穿军装，重要庆典会议拢穿军装，因为伊知影讲伊是代理美国军政府占领台湾。你敢捌看到蒋介石穿西装？捌？看一下手啊，看嘛，有无？无哈。你看，迄阵的艾森豪总统来访问台湾，这个头家穿西装，这个派来伫台湾做总经理的，却爱穿军装，有无？穿到安尼，笔挺笔挺。来，这是蒋介石去访问菲律宾，跟迄阵的总统纪灵哦合影。你看，伊就穿西装，佮拍领裤带，啊，佮去韩国去见李承晚的时候，嘛，同款有穿西装。伊知影讲，伊若离开台湾，伊就毋是正港的军人的身份啦，吼。好，做一个小结，为头拄安尼看，你就知有一挂法理文件的依据，哈。啊，那么佮头拄遐遐侪10几个迹象，你就当讲，美国是君主占领台湾没有错。那么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依法行事哈、哦。需要的是依照台湾关系法，伊就爱派航空母舰来，有无？啊、哦，好，美国总统是由国会甲法院监督，唔敢违法。1996年台海危机，美国若无赶紧克林顿派2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拖慢落阿强若真正登陆起来，啊，你较要过来反攻，要过来提台湾，按、啊、美军来施作者，安尼真正失职啊，这个总统来失职。哎呦，法院甲追诉哦哈。那么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正港的地位，啊，都独独咱台湾人，迄个国民党的党国教育，哇，伊封锁媒体，控制媒体，所以咱台湾人拢戆戆。我若无接到咱秘书长，我嘛无为民进党遐得到的消息，甲论述足少的。以前我拢是差不多咧听民进党的遐较资深的。听咧臭屁就对啊！即马我咱秘书长在论述我读读个吼研究了，换我即马咧讲给因听，换因听个耳啊啪啪啪吼、哦。好，以上种种迹象证明，美国一直在管辖治理台湾啊、哦。美军从未离开台湾，一直在占领中。美军即马拢穿便服，那么美军伫重要基地哦，像讲乐山基地啊是。一挂监听站，拢是美国人穿便服
底下咧操控，啊、哦 okay ，好，过来咱来参考其他国家主体建国的模式来探讨，啊、哦，来，古巴的建国模式，美国跟西班牙1898年修订，伫1898年的10月签了签一个伫巴黎签巴黎合约，啊、哦，西班牙放弃古巴，哦，就跟台湾盖港，割让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美国协助古巴，1902年5月20日独立。咱来看古巴跟台湾做一个比较，两个拢是因为合约被放弃啊、哦，但是古巴独立成功，台湾到即马地位未定。那么原因是因为古巴是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干那殖民地才会这样独立处理。那么台湾是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都独立被处理啊。所以独立台湾无效，所以民进党这独派，哦，包括过去的我，安尼画画的70档案啦，现在无法度成功，都卡伫这条，这块土地唔是无主的土地，这有主人，哦，这个主人有所有权证的，你要安怎讲独立出来？你要独立出来会使，提钱甲天皇买嘛，就像阿拉斯加，迄当时美国去甲苏联。哦，这个主权伫苏联手里，阿拉斯加甲买起来嘛。迄当时买阿拉斯加，迄参众院的议员嘛，骂迄个总统骂甲要死呀。啊，讲啊，你是买迄个阿拉斯加，迄个所在都除了冰，剩的嘛是冰拢冰嘛，冰天雪地。啊，你买遐大卡的冰箱是要堆啥？我唔知讲内底下卡石油遐济啊。过来，菲律宾建国模式，同款是巴黎合约，美国为西班牙摕到菲律宾，受制于非毒反抗军游击队。台湾有台独，菲律宾嘛有非毒，有无？引用游击战去骚扰美军，啊，美军就去甲追剿，去甲拍，啊，菲律宾遐侪岛，哦，差不多4000粒岛，伊就。你来拍照，伊走迄条道；你去拍，伊去走迄条道。吼、哦，美国头壳摸咧烧，尾啊就来，你去来，咱来协商，你来给我管吼，啊，十年给恁自治期吼、哦，我给恁加工免啊管理这个国家。结果无想到讲，1941年日军攻陷马尼拉，啊、哦，麦克阿瑟跟菲律宾总统一同撤退去澳洲。麦克阿瑟将军一世人。做军人上无民主就是菲律宾迄个咱的日本皇军3-4个月就甲退啊，因为高滨地区的飞行机飞伊甲炸甲密密麻麻吼。好，结果1945年到的就是日本打，但是美国伫1947年7月7日伫美国协助之下，和菲律宾建国独立成功。啊，你注意看，7月7日啥物事？美国国庆啊，所以菲律宾国庆日跟美国同。那么真多，咱台湾民政府2010年，美国甲咱邀请7月7日去美国台湾民政府挂牌，我那7月7日，而且伫9月7日替咱办酒会，啊，啊9月7日啥物事？拄啊《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的日期，啊、所以美国人咧做代志，我那做有意涵的哈。好 ，OK。时间无啥搞，我立陶宛，我搁讲咧，立陶宛伫遮啦吼，伫莫斯科伫遮，这就是地中海的波罗的海吼，三角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个伫历史世界建立的随后，莫斯科甲并吞，迄个苏联甲并吞，好，那么1990年3月在因的民间议会宣布独立，但是。大国家拢咧观望，讲你们来算计来计。但立陶宛呢，人民抵制苏联军政府所办的选举，和这个选举的投票率低50%，和各地都无承认苏联统治的合法性。大家拢知影讲，恁立陶宛的人不要搁和苏联军管啊。所以因1991年9月6日独立公投完成，苏联看大势已去，连着率先承认。哦，咱会当为立陶宛的选举的意义来看，看讲咱台湾人去参与中华民国联盟政权的选举，甲投票效果，这足严重，嗯，这爱讲。
你看像咱啊，每年伊讲一月十六要选举的款吼，大选。你若迄一天，无咱讲2012年好啊，一月十四，赵英康、马英九，迄一天咱摕中华民国身份证，甲打入去投票所，咱打入去咱先输一半。就是你承认你是中国人，你唔可以参加中华民国的总统的大选。而且在自由意志之下，你提选票去甲投票，投出来结果，通牌马英九赢，赢小英80万。啊，若佫较进前的2008年，嘛是伫同款的模式，你自认你是中国人，你去领伊的选票，自由意志之下甲投出来，谢中正输200万票，通牌马英九赢，独牌谢长廷输。这两个拢是统独公投，你会当甲当作统独公投，咱拢输。这是美国足惊，你台湾人读甲无清楚。恁台湾人虽然占85%，选出无到15%的中国人，什么原因？因为伊伫来见面啦，开始甲咱教错误的观念，甲咱教做讲你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你是见到你都回归祖国的怀抱。咱本来是日本军战败，咱都避秋哇！咱战败来，唔来，遐战胜国唔来，要咱安怎招待？你们向我讲，回归祖国，咱拢战赢。台湾人短视、经历背叛自己，跳过变中做中国人，讲我要来做战胜国的人，安尼咱就用骗你，好 ，OK。所以台湾即摆2000差不多300几万人。300几万，你甲当作纯的中国人，剩的2000万人是咱本土台湾人，咱2000万人选出迄300几万，啥物原因？就是因为国民党用教育，甲咱2000万人这一半，甲教做变中国人去，去挖中国人，选票挖中国，挖马英九去啊，所以因煞变1300万，啊咱差不多1000万，所以咱那单挑一对一的，咱拢会输，啊变来赢，拢是国民党。跳这三个两个安尼，像台北市阿扁啊，算是黄大洲跟赵少康拆开，2000年的赢，嘛是宋楚瑜跟连战拆开才赢的吼、哦。所以2004年阿扁赢，是好个在李登辉发动228牵手护台湾，有无？有去牵的举手我看卖，我才少。迄届气势课教了足好个。迄个拄啊，阿扁赢偌济，赢0.228，哦，加上228遐弯弯出来到稳中咧，啊，无太算咧赢拄啊赢0.228，哦，要求，你真系去加加不赔吼。哦，所以这个咱后界要注意，咱是台湾人，因咧选流氓的总统，跟咱无关的，咱唔可以跟伊选，对，像。这个徒步哦，西藏流亡去印度达兰萨拉，因咧选总理，印度人敢有堪民做咧选？无咧，哦，好，所以咱爱抵制任何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体制下无论啥物阶级的选举大选也好，国会议员、立法委员哦，管区长拢袂使，哦，刘州反模式，我那讲就好，这头拄啊讲过了哈、哦，好。那么1972年琉球反乱以前，琉球人若要去日本的本土，要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好来，来提这个旅行证明书，哦，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所发的这个等于是护照 passport 的意思，哈、哦。那么将来咱台湾民政府嘛会发，哈、哦，由美国，这个是美国发的啦，哈、哦，旅行证明书，哈、哦、，travel document， 这个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因所制作的，但是咱样式是安尼，颜色是毋是安尼，还没有定哈，还没有定案。OK， 好。那么琉球伫1971年6月17日每日签订琉球反乱协定，伫69年协商，啊，签交了签这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是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甲琉球，包括钓鱼台、兴和、日本政府。啊！你注意，拢无办公道吼、哦，
唔是办公头举手就会通过啊，这爱开钱，甲战争再行条才会使吼。好，过来咱来看琉球伫美国军政府下占领的机会的结构图吼、哦，这是伫琉球返还日本了啊、哦，差不多二十年后。解密的资料啊，琉球人家专家学者研究的。另外，美国和中国政府下卡的国防部，下卡的美国军政府还是民政府，靠资格下命令下指示，和琉球政府来管冲绳这些住民。同款，你若甲对应这边，美国政府的国防部下卡的台湾民政府啊，美国军政府靠资格下命令下指示，和台湾政府。来管台湾甲澎湖的住民哦，以后咱的指挥结构就是安尼哦，位阶，啥物人伫顶管哦，美国头家一定是顶管哈。好，诶，那么六十几年来，伫中国党的教育之下，咱作为台湾人，去教做中国人，认同中国。你会记较早咱的作业簿后壁拢有写一个，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无？开心得爱。听因的，做中国人开堂堂正正，啊那做台湾人拢奇奇歪歪，哦对不？咱就是拢底下用洗脑呀。嗯，我爱做中国人，哦。好，那么2008你头拄讲啊，加2012，你那个迄两届总统打算当作统独公投，会变作通牌台湾呢？哦，那个中国来和我并吞，因为。全世界拢认为讲，啊，恁投票结果就是要靠阿公阿甲做伙同派嘛。啊，拄好阿公阿合法甲你并吞啊、哦，这是国际法典观来讲是合法，有可能。到时美日安保条约嘛，很难插手干涉呐。爱遵守恁台湾人民主的选择啊，因美国人号称自由民主的西方的领头羊的国家。啊！你民主选择的结果，我美国爱甲恁尊重啊！我美日安保条约，我煞要出师无名啊！到时阵台湾又阿公并吞，台湾人就沦入勇士浩劫，惨嘛！啊！好，来，那么咱来看讲，那台湾独立建国，爱负担啥物责任、甲义务、甲风险哈？好来。台湾人爱纳税，佮爱家己去做兵来保卫台湾。啊，你要保卫台湾，爱武器，爱家己去买武器，还是发展武器？啊，这拢开足侪钱。哦，做兵，这兵啊嘛爱薪水，拢开足侪钱。啊，袂加入联合国以前，爱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因为你迄阵跟其他国家嘛，啊袂签啥物建交公报，其他的国家无迄个义务、无法律来替你出兵。来给你保护干涉，安尼是咪做危险的？照一个例来，咱来看，咱以当地文独立建国做例。当地文伫遮，边后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拄啊，跟台湾同款，边后一个罗马国家叫阿强啊。因伫1975年为葡萄牙独立，叫做当地文民主共和国。奥美夫加入联合国，九天后随后印尼入侵占领。并做印尼一个当地文省，这二十年中间造成统独抗争，造成10万至25万人死亡。好，那么1999年，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办全民公投，当然大部分人同意，所以一定为印尼独立出来。好，那么在独立公投了9月下旬，才一个月时间，印尼军阁台差不多1400个当地文省。摧毁大部分当地文的国家基础设施，造成到今仔日当地文还是世界上善者落后的国家，是大部分的物资爱靠外国援助。啊，这敢是咱要爱独立的结果？唔是嘛，足危险的。哦，你脚未徛未跩，武器准备也未好，我人就入侵入来啊！吼、哦，啊你佫无跟其他国家来不及建交，人要甲你报嘛，师出无名。来，咱来看一线之隔。咱以墨西哥州跟墨西哥国来做一个比较，哈、哦，这个墨西哥州，这个美国，哈、哦，啊，这灰色的这拢是，等一下，墨西哥哈、哦、国家，墨西哥国。那么，
这个由美军较早占领了，变成美国的一州。好，结果墨西哥国的人拢为这个边界被偷渡入去，什么原因？有什么好讲？因为那边民主自由发达，好、哦、啊好趁食，啊墨西哥国家歹趁食，治安阁歹，所以足侪人拢要入去美国这个墨西哥州。好、哦，好，那么美国跟加拿大这个边界基本不设防。因为两边的水准拢差不多，你真少听到讲加拿大的人要偷渡来美国，还是美国人要偷渡加拿大，无，除非作奸犯科，人要甲掠啊。这是两个水准差不多，会知安尼吼。OK， 那么红色中国阿强阿占领，绿色台湾美军占领。那么你会记头二十年前，中国人为平潭岛福建吼偷渡来台湾。为金德南寮渔港出来起来，还是为屏东那边东港放了遐偷渡起来？现在要偷渡来台湾，台湾迄个美国军事占领，管了还可以啊，较自由啊。哦，虽然是国民党的间接管理之下，但是起码爱卖离美国的要求差上，所以迄阵台湾钱用卡北，中国人做过来台湾。哦，你会当讲？共军占领中国，跟美军占领台湾来做一个比较，吼、哦，所以迄个美国军事占领算还比较好运一寡，吼、哦。但是老一辈有咧讲咧，迄阵迄个美联社的记者，吼、哦，来台湾，迄阵拄啊建楼无外久，啊，但是二八事件发生过啊，啊，四万外一箍啊，哦啊。每年这个人来访问咱的老一辈的人，讲啊，咱个欢迎。哦，恁美国人足优秀的，啊你，甲阮甘愿迄两粒原子弹来侵占台湾，你嘛唔通甲迄粒臭石头蒋介石甲咱担大只。哦，阮日子就足歹过，啊个遗害百年，甲真遗害未退去哈。好，那么咱台湾呐，伫美国军政府。下骹来自治有啥物优点哈？会当免税、免做兵，哈、哦。国王军队由美国负责，向来经纬来建设台湾，并做一个东方瑞士理想家园，啊，唔足好。摕美国人的保护伞保护咱，伊爱开军队，我互你占领台湾的安全，你也甲我顾好。啊，美国若要做老大哥，伊真正爱顾好，嗯。所以反正电力的手，伊若顾无好，又阿强个体，全世界伊免做老大哥啊！啊、哦，你唔好讲日本天皇买啊，讲有钱啊，摕300亿买咧，来，我要把台湾输回去。我歹势咧，日本天皇啊，我顾无好，又阿强个体，伊民主要往哪里摆啊？哦，所以伊一定足认真顾台湾的，所以咱放心台湾足安全。好，啊，咱台湾人，尤其阿扁啊，吼，做个。用台湾加入联合国，阿马英九起来，伊佫开始咧讲，伊要用中华民国反联，咱来做分帖啊。以台湾名，加入联合国，好来，咱来先检讨，要加入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做基本台湾，请问台湾敢是国家？啊，唔是啦，因为是毋是咱来看国家的认定标准，即四个啊，爱有人口、有领土、有政府的外交权，台湾国。有人口无？歹势无？恁即马所提的拢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恁拢中国人。有啦，有领土，歹势即块领土日本天皇的，啊，伊用美国占领。台湾国无领土，有啊，有政府歹势，即个叫做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唔是你台湾国的共和国政府，唔是。有啦，阮有二十几个小朋友的国家，歹势你甲迄建交公报摕来看，拢是中华民国提钱去买。中华民国外交官去跟他们签建交公报，不是你台湾国派外交官去跟他们签的，所以台湾国这四样拢无。阿扁也变怎加入联合国？没有，安怎用阿台湾的名加入联合国？阿扁的意思是讲，我无爱抢联合国迄个刀啊、甲椅啊、迄个位。我阿扁啊，我给你做一条刀啊，做一条椅啊，我要来坐到阿扁啊。送件去到联合国秘书处，连看都无看，退件，好不好？你根本都也不是国家，都作成功一个例讲，
就一只狗，你若甲身躯洗好清洁，啊西装甲穿起，连佫再拍手牵的讲，来，我带你来火箭署，不错，签行人证，人模人样，有脚有手有鼻有耳孔，但是伊还袂进化做人啊，变哪签行人证？台湾就是安尼，一看有，反正有人，有领土，有政府，有外交官，拢有，好像都有，人模人样，有脚有手，但是你都还袂进化变成国家，所以。连资格都无，吼、哦，好。台湾目前国际地位就日损美战，即马敢那是一个地理名词，哪里讲台湾？台湾地理名词，唔是台湾国，吼、哦，唔是台湾共和国，吼、哦。那么卡叔讲了哈，那台湾真正要独立建国，嘛要照我的步骤，照国际法来哦。好来，咱看好。第一位者，咱即马要伫遮，咱阿未入来到遮了。第一步要请美国君主政府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政权，该请去金门妈祖，还是等于中国？中国哈，过、哦、来，予咱台湾民政府家己自治，台湾人管家己，台湾人管家己哈、哦。一段时间了，稳定了，正常了，咱还阁要求日本保国去跟美国政府协商，予台湾依照琉球法案模式做者台湾返还，看要赔偌济钱？战争债，你迄阵为高雄。屏東高迄落台南用飞行機共菲律宾共炸甲密密麻麻，你拢爱赔軍艦嘛共炸沉，飞行機拍炸落来，你拢爱赔啊！你阿袂赔免啊？吼，免啊返还日本。好，那赔了返还日本了，换咱来要求日本的母国的参众议院定一个领土分离条款做法院。有这个领土条款，这个分离条款做法院了，咱唔开会当来办公道，决定未来，好不好？安尼拢弄五步，一、二、三、四、五。台湾独派足可怜的，伫上头前，统一个跳来到遮，就头前遮拢无要管，也无要管这块土地有两个主人。一个所管中电管的名，日本天皇，这个主人无要共管。过来握有底下这个土地底下伫美国手里，战争债也袂摕来赔。这个美国这个债权人，所有权人是日本天皇，底下伫债权人美国手里，拢无要管这个人，两个人，都跟他讲，你有一块土地，你底下是银行，我潘良华大主大讲，这块土地我要爱，我无咧管你所你是所有权证的人，无管讲你去甲银行借钱，底下是。土地迄个所有权底下伫这个银行手里，无咧管这两个，安尼是毋是我判了话足无理取闹？台湾独派就是安尼，伫遮就要跳来到后壁呀，家己要办公道啊。所以美国哦，原来足受气，不是蛮咧动，台湾不可以办公投啊。你知影啦哈？好，过来咱来检讨，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要重返联合国。好，咱来看1972年10月2号。联合国的李钦欧巴德怪有人说公家公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安尼上用他这里，蒋介石用他也代表用他这里，中华民国还是在那里啊，不处理啊。所以中华民国没有退出联合国啊，是只是蒋介石的代表被驱逐出去，啊、哦，那么联合国的刀啊、名牌，像哪这個、啊，衣啊拢要滴嘞，只是这衣啊换人坐，换什么人坐？换毛泽东的代表在坐了，来看，这个是毛泽东派去底下坐，这个名牌要底下签啦，这地较早蒋介石的代表底下坐嘛就签啦，衣啊嘛不改。啊、所以，为者来看，咱过去拢用骗，包括国民党的宣传，那台湾派康的拢用台湾名，像这那退出联合国，我们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你看了鬼？台湾将来不是国家，台湾唔捌加入联合国，讲会当为联合国去跟房间走出来，叫做看了鬼，吼、哦！我时间到啊，吼、哦，安尼无我今仔讲到这，多谢各位，吼、哦，谢谢。